发动，引擎声浪就如狂涛巨浪般席卷全身，就连三十公尺外的自用轿车都不禁抗议。火红色的烤漆，刚性的线条，再配上霸气的车头下巴，这台车叫人惊奇，更令人赞叹。在我身边这台车就是全台最贵的法拉利跑车，你听它的引擎狂暴声，就可以知道这车子它有多么有力，多么刚猛。上新式的车门，野马般的外表，这台留着纯种意大利血统的法拉利跑车就叫做 Enzo。 全台就这么一辆，原价2500万台币，进口到台湾光税金就要缴上1900万。光税金就1900万？对，因为汽车进口税率是76%。现在在争执的是啥？他用这新车给他扣税金。实际上这台车是2003年。正常我们税金可以打5%，你不能用新车加。原来这台车不是蔡启芳的，而是一位不愿曝光的车主。由于海关把这台2003年份的跑车以新车的税率来课税，因此前来向蔡启芳陈情。只见蔡启芳也忍不住亲自坐上一坐，那么我们也就带您到车里瞧瞧。这台全球限量400台的 Enzo 有桶式赛车包覆座椅，全车碳纤维打造，重量只有1365公斤。6000cc 的引擎，马力660匹，扭力657，极速可达350公里，0到100公里只要3.65秒。我的天啊，这台车如果开在路上，恐怕沿路都要被警察拦下来吧。于是新闻综合报道。